名小提琴家马思聪和夫人是在昨天中午飞到金门访问的。他们曾经受到金门战地副司令官、政战部主任和金门县长郝成甫夫妇的热烈欢迎。在为期两天的访问当中，马思聪曾经在金门的金天厅做了一场劳军表演。此外，他们还参观游览了许光楼，对金门的历史文物有了一番了解。今天马思聪夫妇并且还特别到距离大陆最近的地方马山播音站的前面去参观访问。您现在所看到的是马思聪先生和他的夫人来到金门的最前线，看我们的大陆故乡。现在马思聪先生和他的夫人由金门县的县长郝成甫县长和他的夫人陪同，以及汪金辉先生，他们都在这个地方来观看当面的这个美景。在我们的正前方，各位所看到的那个岛屿啊，就是角屿，我们小灯大灯。马思聪夫妇在民国57年的时候曾经访问过金门，但是他对记者说，在4年以后的今天再度的访问金门的时候，感觉到了金门不但是在防务上更行坚强和壮大，士气非常的高昂，尤其是在经济社会的建设上有了更了不起的进步。他们已经圆满地结束了访问金门的行程，在今天下午返回台北。